你最后选的这个玩具是不是工程梦之队？好，那你去刷看看多少钱吧。会不会用？这个是刷卡机哦。弟弟会不会？你标签给他刷一下他就可以了。标签在这里啊，这里。这个标签，这里有标签，这个给他刷一下。哦，弟弟成功了，好厉害哦！我看一下多少钱啊？这个是回力工程车，85块钱啊，弟弟，85块钱，可以吗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力工程车里面有什么，好不好？这个是堆高机啊，这个是螃蟹爪子车，那下面的话有挖土机，还有堆土机，还有小吊车，还有砂石车，所以几乎你全部工程会用到的车子它都有了耶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们就买这个好不好？OK， 那我们去结账咯， Go， 走， G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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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往哪边走？结账往这边走，去吧。